吃饱。哎呀，卤蛋、饼干、西葫芦、牛奶。他们都是没吃饱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帮助您订五十个包子啊。嗯，哎呀，这体重越来越胖了，儿子在减肥了啊，妈都有点快抱不动了。我饿得前胸贴后背的，你们都。是吗？先睡觉吧。嗯，要睡觉了。嗯，好，妈咪悠悠你啊。你可算回来了，妈，六年了，六年了。您媳妇怎么了？这老爷们谁？咋没认出来呢？这是你儿子啊！我儿子。天天想六年，能不想？是啊，哎呦，我这孙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就是。先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亲呐，亲呐。怎么着，宝宝？那个爹刚回来，那个家里还有好多活。对。一会儿呢，你先睡觉，你们和我要干点活。家里收拾收拾。那个爸给你带个大玩具来。哎呀，你看。爸爸给你带玩具了，带大玩具，你看。明天要早上睡觉，你这会儿。行行，啊，好好睡觉，你这洗个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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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个澡